现在在小公园停，然后我们可以沿着它走一圈。它这个 stabilizer supposed to track 它，随着我们走，它要跟着它 pan。看看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？屋顶也很有特色哈。屋顶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和表姐在那老市区小公园亭。老市区小公园亭，然后我们用的是智云的稳定器，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个 pan。它应该 supposed to track 你。然后假如说我们转一圈，它怎么会把你弄丢？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外面。看外面的话。走出去之后，我要把这个往上举一点。哦，然后我把这个，这就是小市区的庙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汕头老市区的小公园亭，可以看到下面有两个狮子。然后我们往上看的时候，可以看到上面有天下为公的四个字，孙文亭。然后这里是一个小亭子，然后我们往里进去，这就是走上小亭子的阶梯。然后走到阶梯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小亭子的顶比较有特色，四周有光在闪。好，这就是安平路39号，我们原来的老房子。这个原来是那个广发商场，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建的，是上百货。广发百货。他是主要以前经营就是买那个进口的玩具。哦。屋顶是哪个？应该你看吧，像我这边对，然后拍那个那个楼上。好。往上看一下，你看你往上看，多漂亮的！它的屋檐啊，它的阳台啊，它本来在这条大柱子旁边就有两条玻璃柜，它能，我整个前面就怎么讲都快，这里的玻璃柜哈，就是在我小时候就发现这里有两条玻璃柜，是以前解放前的，它是在陈列货物的。那个玻璃柜现在还在吗？拆了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拆了。好的，那我们进的从这条走廊里进去看看。我们从这条小巷进去，就是我们的后门。以前的建筑，这个窗户吗？这就是窗户。你看它以前的建筑是多讲究，它本来是有两层的，一层是百叶窗，一层是玻璃窗。看老师一口。以前这条巷子好大哦。三头式的布啊，这个纺织布仓库就在这里边。这就是我们的家的后门。毛主席万岁，这是你外公写的。毛主席万岁，是你文化大革命年的外公头脑发热写的。还在哈。你看一看就知道是外公的字。是，本来这里是一个木门，是老式的木门。是有那个这样床，好的。这边连着破房子，原来是四尾说是，几尾啊？算下四尾的说是。四尾。原来郑茂啊。啊。好像是，他是个老革命的，郑茂就住在这里边。啊。走不进去了，这里就是三头市
这里边进去就是山头寺那个纺织布纺织，全都是全装漆的，各个线呢要进什么材料啊布啊，在这里边。啊。这样子，里边是个大仓库。啊。它进不了了。进不了了。啊。他以前吃要还要从这里过的。嗯。以前老是吃，现在怎么变成小巷子了？嗯。这里是郑州的汕头肠粉店，老板老婆，老子面，老面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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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